什么用点射药进行治疗甲状腺癌呢？我们知道，甲状腺癌治疗的三大手段包括有手术、内分泌抑制治疗和点射药治疗。点是甲状腺产生甲状腺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甲状腺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于甲状腺的一些恶性肿瘤，我们在手术当中切除的时候，因为保留重要的器官没办法切除干净。或者说是我们在术中发现这个甲状腺癌的淋巴结转移外倾很厉害，甲状腺的原发灶有外倾，可能怀疑它有残留或者缺盐不进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术后的一个碘盐三幺的治疗。通过口服这个碘盐三幺，它可以特异性的杀灭残留的肿瘤细胞，来达到根治肿瘤的一个目的。因而，这个碘盐三幺的治疗是我们治疗甲状腺癌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它在我们晚期甲状腺癌的治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的一个作用，从而延长了我们甲状腺癌患者的生命，提高了甲状腺癌患者的治愈力。我们如果说是在临床上建议这个患者需要做碘盐三幺的患者的话，一般要建议他治疗前避免接触这个含碘的一些食物和物品，包括像碘酒这些内容。